三，开始。一个人住在哪里？他写。王老师。好的。好，等一下。你们要几点？一个人住在水里，他讲。写。他写一个人在水里，不可以画画。写一个人在水里，擦掉。一个人在水里。人，不可以画画，擦掉。没有句点。句点，句点，好说。一个人在水里。好，谢谢。